好，反正邓慧哥不会，我随便写。一，请亮答案，冲一个。不是很确定。寂寞的恋人，恭喜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错了，你怎么办？寂寞的恋人，差几个啦。而且他这写错要倒扣。哎，哪有？最后一组。好，决战一题，请出题。他那么多首，对，我也不会再首哎。没关系，两位都没有落笔，我们这边可以给。我好像可以写。好，可以，你试试看。哎呦，你要用掰的，对不对？关键关键，你看哦，莫文蔚的歌声呢，就是因为他有他的辨识度啊，味道，他的特质辨识度一出来就是他。对啊，然后他的发音很确定，有很多地方啊是不符合中文的标准的。哦，越是唱越找到他属于自己的特色。哦，对对对，出来的那个味道，口感特别好。嗯，口感，口气，口音，好，三，反正邓慧哥不会，我随便写。一，请亮答案，冲一个。不是很确定。寂寞的恋人，恭喜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错了，你怎么办？寂寞的恋人，差几个啦。而且他这写错要倒扣。哎，哪有？你算最后一组，哎，所以你变成1-0领先的，喂喂，好，哎，好 ，OK， 抢答抢答，好，这一题就不算，好吧？这一题抢答，他们这一组好紧张，寂寞的恋人，哇，我写错字，好气啊！初赛弄得很像决赛耶，哎呦，对 ，OK， 请出题，注音啊，很难讲，很难讲，有时候一点就通了，嗯，你要刚好。气上那个对对气上了，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哎，是中文歌吗？中文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中哦，有人知道了，唱得出来，唱得出来。嗯，你铺雨衣是妻子，日复复爱西施，莫顾那铺。加油，不要放弃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铺雨衣是妻子。它里面是不是有歌名在里面？对，有歌名啊。它里面有歌名啊。有前面有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对。哎，然后还是两位，我们来表演看给你。对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好好。来，比手画脚，比手画脚。两个一起比，一边 ，Action。来追我呀！老爷跟丫鬟。你走，你走。要抓你抓不到。我更迷惑了，他比得很好哎，嗯，真的假的？很好很好，完全逐字解释了，这逐字，我知道了，爱香水，好，恭喜答对，粉水，爱香水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。徐凯欣，一定要讲哦！晋级。